你哦。我们下个星期六要开同学会，我来跟你商量一下。不用商量了，我今年不参加。为什么呢？你们是在开同学会吗？我怎么敢叫你们在开炫富表彰大会啊？个个都在晒房、晒吃、晒名牌。同学之间嘛，交流一下很正常呀。嗯。最令我讨厌的是，既然是开同学会，为什么还有几个我都不认识的呢？哦，爱记账啊！给丢丢那隔离班的书包同学，你拢别人不识得哦。妈呀！俺听人，上趟过有书包兄弟，到书包姊妹，俺从来就没听过有书包同学的。你忙几个好不好？你太搞了，到回事没得嘞。你啊，留两个回同学会哦，赶紧去两省打听师，讲到都死好汤。我今天不想理你哦，你要讲满足股哦，讲不顺畅，那死干了。反正都要出钱嘞，俺自己慢慢聊。哎呦我的妈！